以时，世尊说此咒语，为欲利益菩萨摩诃萨、人天大众，令得误解甚深真实。第一而故，从明空性而说众曰：我已于如甚深经，广说真空微妙法，今伏于此经王内，略说空法不思议。于诸广大甚深法，有情无智不能解，故我于师从敷衍，令于空法得开悟，大悲哀悯有情故，以善方便性因缘，我今于此大众中演说令彼明空耳，当知此身如空聚，六尘依止不相知，六尘诸尘别依根，各不相知亦如是。眼根常观于色处，耳根听声不断绝，鼻根行臭于香景，舌根震常于美味，身根受于轻软足，意根了法不知厌，此等六根随时起，各于自境生分别，色如幻化非真实，依止根处妄贪求，如人奔走空聚中，六色依根亦如是，心片持求随处转，托根缘境了诸事，常爱色声香味足，于法尋思无暂停，随缘片行于六根，如鸟飞空无障碍，直此诸根作依处，方能了别于外境。此身无知无作者，体不坚固托缘成，皆从虚妄分别生，譬如机关由业转，地水火风共成身，随彼因缘招异果，同在一处相为害，如四毒蛇居一合，此四大蛇性各异，虽居一处有声审，或上或下片于身，师等终归于灭法。于此四种毒蛇中，地水二蛇多审下，风火二蛇性轻举，由此乖为众病生，心识依止于此身，造作种种善恶业，当往人天三恶趣，随其业力受身形，遭诸疾病身死后，大小便利息形流，浓烂从追不可落，气在丝林如恼木，汝等当观法如是，云何执有我众生，一切诸法尽无常，悉从无明缘力起，彼诸大种咸虚妄，本非实有体无生，故说大种性皆空，知此浮虚非实有，无明自性本是无，直众缘力和合有，于一切时失正位，故我说彼为无名，行识为缘有名识，六处及足受随生，爱取有缘生老死，忧悲苦恼行随俗，众苦恶业常前逼，生死轮回无识时，本来非有体是空，又不如你生分别，我断一切诸烦恼，常以正智现前行，了五蕴杂色皆空，求证菩提真实处，我开金路大乘门，示现金路微妙器，记得金路真实味，常以金路思群生，我击最胜大法鼓，我吹最胜大法罗，我燃最胜大明灯，我降最胜大法雨，降伏烦恼诸怨结，建立无上大法藏，
于生死海制群迷，我当关闭三恶趣，烦恼似火烧众生，无有救护无医止，清凉甘露充足彼，身心业恼并皆除，由是我于无量劫，恭敬供养诸如来，坚持禁戒趣菩提，求正法身安乐处，施他眼耳及手足，妻子同仆心无论，财宝七珍庄严具，随来求者咸供给，忍等诸道皆遍修，十地圆满成正教，故我得清一切智，无有众生度量者。假使三千大千界，尽此土地生长物，所有丛林诸树木，稻麻竹苇及枝条，此等诸物皆佛取，并悉世末作微尘，随处积集量难知，乃至充满虚空界，一切十方诸刹土，所有三千大千界，地土皆悉末为尘，此微尘量不可数。假使一切众生智，以此智慧与一人，如是智者量无边，容可知彼微尘数。牟尼世尊一念智，令彼智人共度量，于多区之劫数中，不能算之其小分。是诸大众闻佛说此，甚心空性，有无量众生，悉能了达四大、五蕴体性虚空、六根、六境往生系薄，愿舍轮回，正修出离，心心兴起，如说奉持金光明最胜王经，从显空性品第九宗。